天地，30岁就像是的仙家里。可是此刻我手下留情，这把年纪没想象中恐惧，只有娇艳难发离火而去，爱我的人依旧温柔肯定。有喜欢的誓言和自己，是我做过最骄傲的决定。妈妈说我这么轻快，怎么生成你这样的鬼？是不能自理，看你以后怎么嫁得出去。我笑着说，请你别担心，追我的人排得好几个你。有一个人会洗碗拖地，我在一旁唱着歌给他。30岁的时候，老天爷会给我一个闺女。我想过的使命就是惩罚我的自由浪荡不羁。就算他破坏我的 CD， 我。